20公斤，哇，怎么全来这里？来夸你呀，来夸我，大家都来看你，哇，那你就先坐吧，我们进去里面。我都接待过，也就是说，一民爷的信仰是全台湾唯一产生自本土的，尤其这本庙是全台湾一民庙的主庙，那当年这个我们的祖先为了保卫自己的开发成果、性命财产，牺牲生命。然后我的祖先也，这位说一民庙的创始人也是当年带领一民军的哦。立的福王唐王是朱家子孙，那郑成功还封国姓爷，国姓乡有13个义民庙，全台湾供奉义民爷的，这个寺庙。忠烈祠啊，我们怀念祖先，我们也。以后啊，也没有办法走很久，坐很久，所以啊，先哪？你先坐。外面部长黄茂石哦，他也是国民党的大将呢，他会接待。等一下会亲自出去外面，来跟那个侯世宇来接待侯市长。他应该会进来，会进来，进面，拜会，对，然后才去烧香，这样，那都可以。而且都是因为现场赖清德，他有展现十足的诚意吗？你觉得侯市长他这一次有展现诚意吗？特别不是，这个要问他，不是问我。您自己的感受呢？我不加评论。我觉得他勇气可嘉了。勇气是指选总统的勇气吗？都有。
这个你们比我会讲啊，你们这报道我看很多。好，谢谢，谢谢董事长，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你们。我们用那个。他叫我来，不好意思啊。他跟我讲了，我说要等不等，他没有没有，你要过来是吧？我就过来，应该是没问题。好，哎，是，杨先生，Thank you.
虎虎虎虎来，来来来，来来来，准时啊！拜托，快点退啊！
谢大家哈，感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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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身，动身，动身，我们看到你一位的，我们这里不要看，动身，动身，动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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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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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决定哟，有决定哟！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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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们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非常欢迎，欢迎我们的包中力量，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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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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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上海，上海借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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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留一下。算了，对啦，阿婶，是嘛？我啊，肩担，肩担，然后啊，阿你膝盖，膝盖掉的，不是，你捡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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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起
OK 的哈，阿四对不对？好，拜拜。在巴士路上。你站在下面，你站在下面。Thank you.
来上海，上来借过借过借过。借过。老师要留一下。算了，你两个干嘛的？你等会儿金灯，金灯，金灯，然后啊，你等会儿去到西藏教的，不是？我们去整理，先等一下，等一下，前面的可以让个线啊，前面的，拜托拜托。好，等一下先进去办公室。李县长在里面，等一下报告。侯友谊，斗帅！侯友谊，斗帅！侯友谊，斗帅！友谊，友谊，友谊！斗帅，斗帅，斗帅！快哦，快哦，打你，然后赢。大家啊，感谢大家，谢谢好感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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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三线进火，线九，出线九，再线九，三线九。敬酒李晨，我请我们这个事啊事多一次拍一下子，好。对呀，拿去前面，拿去。大家 OK 了吗？
OK 吗 ？OK 吗？好，好，好，笑容一点哦。好，哎，放低，放低，好不好？好。哎，大哥。OK 的时候跟轮平一下 ，OK 哈、哦，好，可以了哈，好，好。OK 了吗？好了吗？好，好，这个还没到。好，好，啊，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太极高，好，好。啊，在这边，我们的侯友宜市长、总统参选人，啊，来到我们义民庙，啊，在这里停留一个小时。啊，待会啦，啊，我会做简单的啊欢迎词，程序上啊欢迎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啊这个杨文正啊杨文科县长啊杨文科县长跟哦、啊、不是，因为杨文正啊这个啊将军的又来了哈、啊，哎，还有我们的啊两位立委林思明立委，还有林维洲立委。啊、哦，还有徐金仪啊的团队也到场，我想、啊、在座啊有非常非常多的贵宾，好、哦、啊，介绍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啊的国市长啊，这个中国国民党啊这个曾超华、啊、这个总统参选人啊来做押宝箱，啊押宝箱完毕之后，在我的右手边的会议室，右手边的会议室啊有一个啊面对面双向沟通。啊，在这边有用美食啊，客家美食。好、啊，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长官、所有的贵宾啊，真的在那么啊天气这么炎热 啊来到啊我们义民庙啊来参拜。那在这里，我还是代表我们新竹县义民庙啊所有的董监事，致12万分的感谢啊我们的侯市长。啊的团队跟杨文正啊，我们杨科啊县长的一个好啊没有关系啊，反正他们兄弟就对了。好啊，我想在这里还是非常的感谢啊我们啊林煌华县长，刚刚我跟侯市长、跟杨文科县长还有几位立委都进去，有稍微看一下我们的啊庙的董事长啊林煌华老县长，他因为脊椎啊有手术过，无法站太久的时间啊，跟我们媒体啊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不管是蓝白历来都是这样哦，因为身体不是故意的哦，真的是不是故意，一定在这边做一个声明。那在这里啊，我的侯友宜市长啊，是我在1997年啊，大家那时候就开始慢慢认识，一直在桃园的当我当议员，他就当桃园的局长啊，看他一路。啊，真的走得非常的顺利，从检查的开始做，一直做到组长，一直到啊分局长，一直到局长，一直到啊这个检大啊的校长，一直到我们警政署的署长，这一路我们都看到，他不是管一个乡，管一个县，管一个市，他是这一次要扩大啊来服务，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嘉宾，这各位。啊，好朋友共同来支持他，这样好不好？好。第二个问题，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就是侯友宜市长，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一步一步的去突破。刚刚我们也看现在为什么讲到1997年的11月18号到20号，把南非武官的这个官邸里面的小孩子再保出来，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哦，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不管前面有多危险，枪林弹那个所谓的有多少坏人，他都是一样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在做服务。所努力奉献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一致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心想事成，
能够美梦成真，更能够步步的高升。后面还有四个字，大家知道后面那四个字叫什么字吗？为什么我听起来好像哩哩啦啦？做一次比较大声，比较整齐，跨一好不好？好。高票当选。这边没有听到声音。高票当选。真的听到了，声音是很大，不要骗郭市长啊、哦。还有两个字没有讲到。共算。共算。再一次。共算。好。这个就是对的，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要看民调，要看会做事的人，要看懂得这个国家需要帮我们做事的人。我们常常讲，帮助一个人是真的要准备好，哦，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相信我们的郭市长已经准备好了，啊，来，再一个掌声给我们的郭市长。虽然他第一次到，啊，我们新竹县新竹一民庙，但是我参加了啊，他所啊办理的这个义民祭，新北市的义民祭，我每一年都去参加，跟林花花董事长还有其他的董事，今天来的贵宾非常非常的多，我刚刚稍微写一下就好多好多哦，我就没有办法一一的介绍，好、哦，没有办法一一的介绍，因为我们的停留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好、哦，在这边看到了，我们看到了，啊、哦，待会就一个一个介绍下去了哈、哦，啊，我们的侯市长兄弟，你稍微要保香一点，好，站一下哈、啊，来，我们掌声热烈掌声给我们杨文科啊县长哈、哦，没有叫错的哈，啊啊，我们义民庙董事长林光华先生，财团董事长和黄茂石董事长，还有所有财团跟义民庙的董监事们，我们最近来的侯友宜总统参选人，还有我们林思明立委、徐新宇立委，以及还有范业夫议员，还有所有的我们新竹的乡亲，还有我们来自嘉义的好朋友。我想，刚才我看到我们林光华董事长，我非常佩服，他心中只有是非对错，他没有蓝绿，没有意识形态。他这样的来高规格的来欢迎我们侯友宜来到这边参拜，这个精神就是义民的精神。义民爷的精神讲的就是忠跟义，所以这个今天在这里我看到了，我们大家都见证了也体验了，义民爷是会保佑我们的。我相信我们侯友宜到这边来参拜，我们义民爷是知道的，会保佑的。我第一次参选也来这边参拜，一参拜虽然我之后一切的运气就开始改变了，我相信我们侯友宜总统这个当选之路是越来越近的。大家要知道，一个人的强大，这真正的强大是在于他内心的强大，这个内心的强大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侯友宜就知道，他对自己对自我对世界的局势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他了解了，所以他非常的坚定。大家都看到了，他是非常坚定。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你能够这个尽力而为，希望是无穷的。我们看到他在日本的表现，我就非常佩服。他提出的三个心安：台海安全、台湾安定、日本安心。别人讲的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你偷他笑你干什么？我们要让美国人看得起我们，日本人跟我们友好，我们的大陆要跟我们大家和和气气，这个就是最高的原则。这些都在我们侯友宜的身上都看到了。所以我从他过去，我也是公务员出身，侯友宜跟我两个都是公务员出身，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他过去小孩子出来镜头，我非常感动，每个人都感动的热烈盈眶，就是他敢、勇敢、有胆识，这一点是没有人可以比得上的。所以在这里，我也可以大家来保证一下，侯友宜是一个光风霁月、顶天立地，他不畏外面的风风雨雨，也不怕你的称赞或是这个讥笑，他都不在乎。
他一心一意就是为了我们中华民国，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这块土地来打拼，这种精神就值得我们来大家支持他，对不对？对。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来陪同他来参拜，所以我也是要谢谢大家，薛梦海啊，谢谢。好，谢谢啊！再一次给我们的杨洪科啊，先掌一下掌声了，好不好？啊，啊，非常用心，非常努力啊！来，接下来啊，我还是请我左手边这个啊，我们林世明委员，好了，哎，兄弟，来，好，谢谢啊，我们侯友宜总统参选人，我们杨洪科县长啊，还有维州啊委员啊，范岳副议员，还有我们黄董事长啊，还有当然还有林光华啊董事长。还有我们徐新营委员的啊两位啊团队前辈团队啊，还有所有的啊各位乡亲好朋友以及各位媒体朋友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想今天真的非常欢迎我们啊侯总统参选人到我们新竹县我们的客家信仰中心哦义民庙来参访。我想侯市长、侯总统他的人格特质啊，跟我们义民爷非常的像哦。我想啊，侯市长大家都知道哦，他是一条汉子，哦，是我们警政署过去是我们警察大军的最高领导者。那我想他的这个精神就是伸张正义啦，急公好义哦，为民除害。我想这一次到我们义民庙来参访，我相信义民爷啊一定啊会让市长哎。让市长呢哈来高票当选，来执行我们啊义民爷一个忠义的精神，忠胆爱国这样的一个精神哦。所以相信市长从日本才刚回来嘛，第一站就到我们新竹县来，又到我们义民庙来，我相信义民爷啊一定会保留他，顺利在2024高票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好不好？好，拜托大家。我再补充一下啊，因为我们立法委员在这个啊国会看到民进党真的是一个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一个政党的执政党。如果我们2024没有下架民进党，让他继续执政下去，我们啊讲最简单的、最重要的，我们台海的和平啊，哦就非常的危险。我想我们没有人愿意让我们孩子去上战场。我们要的是和平，两岸的和平，唯有靠我们中国国民党提名的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才能够真正维系两岸的和平，才能在九二共识的这个基础之下，跟对岸来好好的来谈，我们才能够维持现状。现在赖清德说我也要维持现状，你们相信吗？他拿什么维持现状啊？所以啊，都别骗，都是在骗。所以这次真的要拜托大家，我们要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啊，让我们的做了父母的大家都担心我们的孩子要上战场，哦，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台湾不要成为第二个乌克兰，我们看乌克兰的人民现在过什么样的生活，颠沛流离啊，国破家亡啊。我想我们台湾的人民，我们是热爱自由、热爱民主，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子，我们自己要有自主的权利啊，我们要台湾人自己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啊，为什么要靠美国呢？所以我想我们绝对要让稳健务实真正能够维持台海和平、维持两岸能够稳定的发展的我们中国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侯友宜顺利当选，好不好？拜托大家，我喊一下啊！侯友宜当选，侯友宜当选，侯友宜当选，友宜友宜友宜当选当选当选。好，谢谢。啊，我们还是把握时间啊。接下来，我们的林维州啊委员啊，谢谢啊，谢谢黄董事长，我们欢迎热烈的欢迎侯市长。也是我们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我们感谢杨县长所带领的团队，
更感谢林光华林董事长所带领的我们的义民庙的所有团队同仁感谢大家一起来欢迎侯友宜市长总统候选人第一次来参拜我们新竹义民庙。刚刚我先到，所以跟我们林县长先聊天他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都来过，现在就是侯友宜市长还没有来过我也跟他聊天我说侯友宜市长过去的工作实在很单纯我跟他算一算他这一辈子只做过三个工作，第一个叫做警察，请问侯市长你当警察当多久了？市长三十几年了再来就当副市长再来就当市长，三个工作，而且都是等于是公务体系，所以他谨守本分。很多人都会讲说以前我们也没有看过侯友宜市长这个批评民进党，对不对？很多人这样讲他这要怎么批评他不是当市长就是当署长所以他的角色跟我们民意代表真的不一样。我们民意代表做在野党就是监督执政党执政党的话就推动政策，但是他是一辈子公务人员，到现在还是公务人员，所以这个是角色不同但是这个也有好处，我们从林文科县长的身上看到作为终身的政务官事务官会做事情最后我用两句话来形容客家话讲说因为买嘴发就是说不会讲得天花乱坠，杨县长也是如此，侯市长也是如此，但是会做事情。那闽南话还有一句话叫做侯就顶岸对，越来越强那个后劲很强。我们从最近也看到，因为一直做一直努力坚定不拔一定坚定意志，一直往目标走，务实稳健，勇往直前，这个就是侯市长的精神，自然到最后会得到民众的支持跟感动。再一次我们欢迎侯市长来参拜，希望将来有更多机会常常来我们新竹，更希望将来担任总统之后也要对各县市都要公平一点对我们新竹县也要公平对待支持我们杨县长的所有的政策。再一次表示欢迎，祝福侯市长，要再一次拜托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我们的乡亲一起来支持，会做事情，会买嘴巴，会做事情的侯友宜，好不好？好，新丰台大，新丰台大，谢谢。谢谢我们的新营那个秘书来，我们新营的团队来。好，我们侯友宜总统我们参选人，那我们杨县长，我们林维洲委员、黄董事长、林思明委员，还有林光华县长，还有在座各位荣情后朋友，在座各位总管贵宾，拍卡后大家午安。我们呢代表我们立法委员参选人徐信呢，都会参加我们义民庙的沟通。因为民谣呢已有重要的行程，因为眼前就停下来，所以临时无办法改变伊的行程。平同在同两片人同大家报告台湾还有台六两岸之间呢一定会和平，移民呢一定会趁台前可以好好的生活。所以呢，请大家拜托大家，不然呢，永在给民众诶，可以重新执政，重返执政才是人民的福气。在这边呢，徐信呢，一路一路要一路同安的太太心呢，站在一起都是服务的心，就像安的一米矮，总也人生用。第二片呢，诚恳的拜托太太是立法委员呢，支持安的徐信，还有安的林思明委员。总统恳请大家支持侯友宜，希望台达，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要准备参选的徐信宜
参选人，还有我们的林思明啊，立委的参选人啊，我们维州兄这次好像要不先休息一下哈，好，先退休，好，退休，还是祝福各位参选人心想事成，步步高升。那接下来呢，还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我相信我们的侯市长啊，刚刚也站了半快半小时了哈，没有关系，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了，掌声一下，好。感谢茂石董事长，还有我的老朋友光华县长、光华董事长，在座文坑、广定、维州立委、石明立委，以及表新立委，还有后面所有的我们的好朋友哈，包括我们的议员啊，包括我们的镇长，跟你这次一楼镇长，还有一楼镇长啊，在地方。我还特别给大家介绍两位朋友，我们嘉义来的两位民意董事长，民意理事长许明生、蔡明彤理事长，还有我们嘉义的嘉义嘉义嘉义市长，好，真的谢谢我们的同乡各位很多的支持，在场所有的贵宾、所有的信众大德，大家好，台港后好。第一次到义民爷参拜，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热情的欢迎，尤其最主要来这一次参拜，我们要秉持义民爷忠义精神，为国尽忠，全力以赴守护我们的国家，守护我们的人民。为什么义民爷在全国各地，在客家族群文化里面，它是一个源远不断流传的应景精神，也就是客家精神，它有必然它的来源跟本土。这个义民爷在这个地方是本身，然后分营到120几个地带，像新北市也有很多义民爷庙，真正的本庙是在这个地方。新北市每年都会办义民文化祭，也就是凝聚所有客家族群，不要忘了祖先的遗训，不要忘了我们是怎么一个族群，为国报效，拼死不退，勇敢直前，尽忠报国，这个精神就是义民精神。我有一今天站在这个地方，就像我一辈子，维州议员说的，一辈子我只做一件事，就是公职身份，公职身份爱的就是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国家，守的是台澎金马这一块土地的所有人民，这就是我这一辈子的信念，包括我这一次出来选举，也是这个信念支持我往前走。尤其义民爷当时候是在国家碰到最危难的时候，他凝聚了原住民、闽南人，团结一起对抗，至死不渝。我要秉持义民爷的精神，守护国家，用生命护台湾，至死不渝。这不是外台的，这嘛是咱台湾人，咱客家人、闽南人、原住民多元族群爱团结用一个目标，大家爱过咱这个国家，所以我就来讲。团结台湾，团结所有各族群，用客家的应景精神尽忠报国。所以今天我一样用这精神，刚刚跟义民爷拜拜的时候，特别期望义民爷给我力量，给我支持，更能够让我效仿义民爷的精神，在台海两岸不稳定的时刻。所谓的现状，不是兵凶战危的现状，是应该是和平稳定的现状。在和平稳定的现状，才是我们人民该过的生活，不是现在的边缘战争的状况。我这一次从日本回来，在日本每一个政界领袖，包括前首相以及未来首相的任命人选、意见领袖，都跟他们讲一句话，
台海局势怎么样，台海危机怎么样，和平战争你的选择是什么，大概的关心这台湾经不起战争的危机，台湾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最主要要有个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对话沟通，降低冲突，也要加强我们自我防卫能力，以及要不断的是深化我们自己的自由跟民主制度。当然大家到底讲，虽然想中还是来攻来国团结，但是又值得。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谢谢大家给我的支持，我也秉承大家给我的力量，义民爷的精神，我们报效国家，这么安之先，谢谢大家。照相，好，他说喊得太小声了，就这样，就这样，从嘴上，哎，我们这样子，侯友宜就动帅，哦，啊，如果是啊，来，这样，我喊三声，你们就要喊三声哦，我喊一声，你们就要喊一声哦，好，来，侯友宜，动帅，侯友宜，动帅，侯友宜，动帅，有意有意，侯友宜。立委也要喊一下，我自己没有选都忘了你们在选。林思明，动帅！林思明，动帅！思明，林思明，动帅！徐青云，动帅！徐青云，动帅！资讯云，动帅！动帅！谢谢大家，谢，感谢，谢谢董事长，谢谢你，谢谢。开始问。好，他表示是清楚挺这个赖清德，不过刚刚还有跟他握手，但有没有上次就拔庄成功？光华县长喜欢老朋友，我们交往很久，而且他勤政爱民，对清楚贡献很多，我非常的感念。尤其我在警政治安这一块，他也帮忙很多，所以这一次到义民爷参拜，来看光华县长叙叙旧。我备受温暖，我们都会一起打拼，为全台湾、为新竹县做出好成绩。就像杨文科县长在这里实实在在的做事，他也跟光华县长起立很多，所以在之间，只要为这块努力，没有分你是谁，我是谁，更没有分人设，拢是为这个土地来打拼。我没有评论，我们都会团结努力，冲出好成绩。对，上总，他罗志强说侯办有高层有发动网军来攻击他。这个选办这一步已经说明过了哈，我8月7号会跟双北的立法委员大家一起共餐，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打赢这一场选战。那
你觉得党内高层会出手来网军攻击？我相信选办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好好的把我们的政见来告诉我们全国的民众，如何让台湾会更好，让人民生活会更安定。挺郭派八一七有一个聚会啊，然后党内也有人会去，会不会担心大家没有归队？现在党内是分裂的状态。谢谢大家的关心。想问一下，现在对于郭台铭的策略是以拖代变吗？谢谢大家都给我很多的宝贵意见。最重要的，我们自己要不断的自立自强，全力以赴，接受任何挑战，毫无畏惧，一定会赢得最后胜选。市长核废水的部分呢、啊，在日本来说，就有讲到说，希望可以尊重原子能总署的这个评估结果，不是在跟过去一样是坚决反对。公开透明，接受国际最高标准的检验，凡是用科学证据来证明一切。像你们看桃园，还有到新竹来，是不是最主要也是要找各位议长们来好好打个招呼？其实我到新竹县市，甚至到客家文化，对新北市来说，因为新北市也有67万的客家族群，也是全国第二多的县市，所以其实新北市在推动客语以及文化资产方面，甚至很多客家族群的部落，我们都会不遗余力。来到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跟新竹县杨县长以及我们桃园市张市长在推动客家文化，大家可以并肩作战，可以互相学习，让全台湾占了20%的客家族群的文化可以不断的延续下去。之前主席说你民调有回升，不过今天不独孤武的说法，那这和蔡英文还有赖清德主席的维持现状有什么不一样？民进党的维持现状，现在现状已经弄到两岸不稳定，全世界都把台湾当成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像日本每一个人都关心台海危机，这个叫现状吗？这叫兵凶战危的现状。我们所谓的现状是要回到和平稳定的两岸现状，所以我们不断要坚持民主自由，反对台独，反对一国两制，也要加强我们自我防卫能力的提升，降低两岸的冲突，所以要对话，要交流，这才是维持现状。上年最新民调现在还是在老三的部分，谢谢大家，我们后面好行程，谢谢。好，走吧。我们所有的贵宾好，请到右手边的休息室，这个会议室进行双边向的沟通啊。我们这边有一些客家美食。哎，等一下。还有我们的客家先生，咱喜外老朋友，我们交往很久，而且他勤政爱民，对新竹贡献很多，我非常的感念。尤其我在警政治安这一块，他也帮忙很多，所以这一次到义民爷参拜，来看光华现场叙叙旧，我备受温暖。我们都会一起打拼，为全台湾、为新竹县做出好成绩。就像杨文科县长在这里实实在在的做事，他也跟光华县长起立很多，所以在之间，只要为这块土地没有分你是谁我是谁，更没有分人设，都是为这个土地在打拼。我们看说越来越多议长要挺郭台铭，那云林的张荣惠说过半的国民党云林议员也要挺郭台铭。我没有评论，我们都会团结努力冲出好成绩。对，上次我看罗志强说侯办有高层有发动网军来攻击他，这个选办这一步步已经说明过了哈，我8月7号会跟双北的立法委员大家一起共餐，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打赢这一场选战。那你觉得党内高层会出手来网军攻击？我相信选办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
好好的把我们的政见来告诉我们全国的民众，如何让台湾会更好，让人民生活会更安定。挺郭派八一七有一个聚会啊，然后党内也有人会去，会不会担心大家没有归队？现在党内是分裂的状态。谢谢大家的关心。想问一下，现在对于郭台铭的策略是？将军连在一起。杨文正在哪？哎呀，在那里，在那里。来来来，跟着一下，哎呀，跟着一下郭市长照一下一下。好，来。好，好，各位好朋友，由里面往里面走，往里面走哈、哦。点心都在你们的桌上，点心都在你们的桌上哈、哦。好，好，谢谢谢谢，自由。啊，好，你会讲话，好，好，坐下去就用了哈，好，好，市长跟市长试一下我们家美食，好了，好，先生，老县长林光华打个招呼。那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我们慢慢分享一下啊，各家美食用一下啊。好，谢谢你，好，谢谢啊，谢谢市长，好，好，谢谢，谢谢。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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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不行来客气，谢谢，拍谁？哦，对，他送你茶叶，对对对，好，没事。这边什么东西，当年我给他，包括所有的建设系统，真的，全台湾唯一，因为我不敢给别人，全台湾的，谢谢，好好。都是基层的工人，好，做事，好，是的，好，做事，好，是的，好，做事，好，努力，好，是是，对，好，做事，怎么样？你一直拿麦克风，太喜欢我们杨县长了，不是，好，好，市长，为什么请走？是因为我们最近带不动小鸡，好好好，再联络，大家注意楼梯哦，大家注意楼梯。啊，大家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小心车子，好，谢谢啊！小心车子啊！不好意思，来我们后退，小心车子，后退，快往后退，谢谢。会长哦，今早落到位啊！有啊，有啊，好。好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局长，谢谢。拜拜，后面车走。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